我是比亚迪一号试车员，每一款车我都要第一个试，也是中国地区第一个电动车的用户。网红车呢，都要开上2到3个月，对产品的体验和槽点和痛点，我同样感同身受。但同时呢，我又是一名工程师，也是一名企业家。比亚迪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领导者，我们应当站出来，用工程师的智慧，用用户体验为原点，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和制造能力，集成式融合创新，让这些问题不再困扰大家，